今天我们来吃雪媚娘，先来一个草莓的。哇，里面的奶油好好吃。黑芝麻豆乳的，这个苹果极其早，软乎乎的奶黄，哦，这好好吃啊，好细腻。他们家的皮儿也超级薄。奶黄绝了，青苹果的，好夏天，就跟喝那种青苹果的果汁的味道是一样的。这是芋泥紫薯，这奶油是芋泥和奶油抬在一起的，上面是一层紫薯。他们家这个用料很良心，这不是巧克力的，这个是生椰拿铁的，能看出来上面这层皮还是很薄的。